约莫一年前，我们还在看这样的 AI 生成威尔史密斯吃意大利面，这样的巨石强森吃石头。到了现在，你能相信你现在看着的画面是完全用 AI 生成的吗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Sora， 一款由 OpenAI 最新发表的文本生成影片 AI 模型。只要输入文本指令， Sora 就会按照指令自动生成最长可达一分钟的 1080p 影片，可以生成电影般的场景、多个角色、不同类型的动作和背景细节。这款模型也能从既有的静态图片生成影片。OpenAI 强调，所有在官网上释出的由 Sora 生成的影片都是由 Sora 直接生成，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欣赏 OpenAI Sora 所生成的影片吧。看完了以上的影片，大家想必都有感叹生成式 AI 的进步速度之快吧。虽然还是不完美，可是和一年前相比已经可说是脱胎换骨了。 OpenAI 也坦言，目前的 Sora 有着缺陷，像是左右不分，难以准确模拟复杂场景的物理原理，无法在整段影片中维持视觉连贯性，以及可能无法理解因果关系等。同时， OpenAI 也正在强化安全测试以及进行红队演练，因此 Sora 目前还不开放付费和免费用户使用。或许在不用多久， AI 所生成的影片就真的可以以假乱真，骗过我们的眼睛了。到时要分辨哪些是实际由真人拍摄或制作的影片，哪些是 AI 生成的影片，恐怕也将是一大挑战。